因为很熟悉和一直留真一直都被广大网友认证完全长得比姐妹还像，许多张照片甚至到了可以混淆大众的程度，连粉丝有时候都不一定能一秒认清。先前这张照片就在韩网掀起热议，大家都在疯狂讨论这到底是谁，很多人自信满满说一看就是刘真，有什么困难的。然而看看旁边的猫才知道这张照片是韩韶熙才对，真的是像到要靠猫咪才能鉴定成功。日前一直的官方账号po出一张合照，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韩韶熙和 EZ 两位成员的合照，但其实是换上黑长发和刘海的刘真，两人的氛围感实在是很相似。刘真本人也曾谈到这件事，表示对于被说像韩韶熙很荣幸，窃笑的小表情整个超可爱，期待有一天能真的看到两人同框啊。